哎，现在哈喽喽。1990年12月21号，我是丁秀贤，我们在赶一个 wedding， 还要赶一个 wedding， 就算我们正在赶。那个说卡的不好，这奇怪。啊？怎么了？说卡的不很那个。这边什么太晚了？你要给我那个剪刀，就他妈拿去。放了一下，好 ，OK， 漂亮不漂亮？看得见了。要收钱的、哦。这让白白给你拍上电明星试镜，要收钱的。给他做摸索啊。这个最后一个。男生的男方，女生还没做完。女方还没做完，女生还没开始。做了，已经做日上学了。你有这个够啊？没有，我就是女方的男生。哦。不很清楚。女方。啊，这边这不是女方家里在。Hello。这些字都阴掉了，我不管不了了，只要有字就好，反正他们又不盖到身上。这些都是去啊。在哪？男家女家？不是啊，这些都是阴，哎呀，讲不出话来了。啊哈。因为太紧张。